画栋雕梁的中式牌坊，龙凤呈祥的雕刻纹饰，正书天后宫，北刻安泽四海金字。这座位于横滨中区的天后宫有名妈祖庙，殿宇风格参照海峡两岸妈祖庙规制，采用传统的中国宗教建筑八角形风格，色彩鲜明。中国传统中龙的元素被大范围用在墙壁、廊柱、梁栋之上，魄力十足。庙内供奉了东南亚沿海一带被广泛信仰的海神妈祖。相传妈祖于宋代建隆元年生于福建泉州，原名林默，自幼修行，常于海难发生之时前往海上救人。雍熙四年于乡间梅州峰上羽化升天，其后每多显灵，救人无数。于是沿海乡民纷纷立庙祀奉，信众遍布东南亚沿海各处，并广播日本，香火鼎盛。新年期间，协同家人朋友来横滨天后宫祭拜妈祖，敬上一炷高香，诚挚地祈祷来年的好运，已经成为了在日华人的新年内容之一。希望今年疫情早点结束，然后可以回国跟家里人团圆。疫情的原因嘛，然后希望家人以及朋友以及自己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能够今年工作一切顺利。受疫情影响，在日华人新年庆祝活动纷纷取消，日本紧急事态宣言会持续到3月7日结束。新唐人日本记者站报道。